今日意外发生，我就是要阮太太伫你遐上班。你是真正想要保护你的家庭，还是你只是无想要顺江宏杰的意？我会变作这可怜，也不是因为你。我即马总算知你心内真正的想法啦。你哪一个人伫遮？我送你回去。慢啦，莫用的啦。嘿嘿，你安好无？今日朝天哪里受骗？想派你来，是不是江宏杰？神秘台湾台29频道，好阿声 ，Even All 日夜朔崩。医生讲囡仔无代志，你放心。我受苦中，才无甲你讲我有心。阮太太有心，你拢无评估伊的身体状况，我可以去送货。阮总经理唔知道我有心，我无甲伊讲一解。惠弟，我就是要阮太太伫你遐上班，你等下回去就甲辞掉。张焕文，真正是袂用的原谅。话作是我，我嘛会亲手抓伊去警察局。但我奶茶，只有加其他的人，并无要阮骂你的意思，这一切拢是误会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你就把他放空不会记得，你就当作一看一出连续剧，笑笑就好啊。林医生，你在做啥？慢走！你在做啥啦？你在偷看那个小品，赶紧把纸卡抢回来。你走啊，这么紧啊？哈！小品你来，是不是张红姐？英，既然我答应我要陪你，我就一定做到够，而且我是真心的。就算讲啊，你今嘛。要把我烧亏，我嘛把你的手啊砍掉掉，别放手啊！英英爱志明爱到这么深，我安尼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